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爱好，各有所好，要不怎么说好走东的不走西，好养鸟的不养鸡，好打麻将不下棋，好骑摩托的不骑驴。废话，人家有摩托车谁还骑驴呀？哎，说了半天您最爱好什么呢？我最爱唱戏。唱戏，嗯，这我们大伙都知道，是吧？你是你们单位业余剧团的主演啊。你看我唱那花脸，你不是没听过吧？那真有味儿。不单咱们当地知道，嗯，连外省市都知道我唱京剧《大花脸》唱得好。嗯，啊，经常有外地的人来到这儿邀我，是特邀。哦，特邀邀请吗？嗯，这不前些日子北京京剧团他们缺人，哦，到石家庄派俩人，专门邀过我一次嘛。邀过你了，邀了邀不够分量就搁下了。他这买肉来了，这是说我这个体型不对，哦，他的那个人物不合，哦，我还是业余京剧爱好者。对，最近不敢唱了。为什么呢？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丢人了。丢人了。前几天呢，我们临时凑了一个演出的班子，嗯，到农村去演出。哦，到农村演出去了，还跟人家要钱了呢。谁组织的？钱团长。哪个钱团长？就你们对门那王胖子。他不姓王吗？怎么钱团长呢？你看，为了挣钱可不就得隐姓埋名吗？哦，为了挣钱他改姓换名。哎呀，只要给钱你姓什么不一样？没听说过。眼看要开演了，坏了。怎么呢？找不着打赌的了。打赌的没来。我们都是临时现凑的，谁也不认识谁呀。啊，上车了，绿绿方方下车了，眼看要开演，一看哟，打赌老没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没打赌的怎么开戏啊？就是，我全都急了啊！钱团长也急了，嗯，这个要命，你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说的好好的，到时候不来，撑起眼我们是能的，这不是拿我们搭塔吗？这个，他是天津人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钱团长，干脆您就辛苦辛苦吧，啊，您就打鼓得了。哪儿？我打鼓啊，我打鼓，这水平啊，也不在二五眼以上，也不在二五眼以下，那在正在二五眼上。我这些年也不冒那玩意儿，年轻时倒是练过。这些年吧，我不练这股劲了，我净练这股劲了。这功劲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烧锅炉的，抡大海烧的。没打过鼓行啊，那就热热挑破萝卜。没有打鼓的，我听对付吧。来吧，赶紧打仗看戏吧。听了啷啷听了啷啷，就打了一个钟。后边还有很多节目了。还有什么节目？头一个节目是评剧刘巧儿。哦，全部的就演采桑叶那一点儿。哦，就那一折。哎，刘巧儿见马专员。哦，就那么一点儿。哦，演完了是京剧盗御马。哦，这是您的，我的拿手戏。那是，嗯，后边还有唱歌的，还有唱歌的，还有跳舞的，临时凑那么个剧团，唱歌一个大杂烩。头一个那刘巧小姑娘唱的还真不错呢。哦，等唱到那儿的时候，嗯，但愿得马专员功儿断三千难。从让我们不弃团圆。啊，真有点味儿。等马专员上场，嗯，可要了命了。怎么呢？马专员在后台喝醉了，喝醉了上不来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把后台人给急的。马专员，马专员上场了。这马专员做这模式的，上不去了。
前团长可坏了，咱们那马专员上不去了，喝醉了，躺着后台起不来了，干脆您给赶个马专员吧。马二立了，马二立了，这人怎么全凑在一块儿啊？不行了，你让他下去吧，下去就演到这不就得了吗？别让马专员上了，下去下去，打家伙上兜儿队，上兜儿队，扛两锤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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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是干嘛呢？那前团长往下轰刘巧儿。哦，轰他呢，轰着让他下去。刘巧儿纳闷儿啊，等着马专员上场，怎么没上来呀、啊？怎么打起家伙点来了？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让我做做戏，等马哥圆上。嘚儿里嘎儿啷里嘎儿啷，嘚儿啷啦里嘎儿啷，嘚儿啷里啷，嘚儿啷啦里嘎儿啷，嘚儿啷啦里嘎儿啷里嘚儿。这个嘚儿是怎么回事？踩了一轮三叶。哦，踩了一轮三叶。做戏让观众看，表示我这儿踩三叶呢。其实呢，他等马哥圆呢。嘎里嘎啷嘎啷嘎啷嘎里嘎啷里嘚儿，嘎里嘎啷里啷嘎里嘎啷里啷里嘚儿啊嘚儿啊嘚儿。观众纳闷，这刘巧他们家养了多少蚕呢？怎么摞起来没完呢？就是，哎呀，大伙儿一致议论呢。没办法，前团长也急了。往下轰你都不去啊！咱们拿家伙点往下推他吧！上啷腿腿，上啷腿腿，上啷腿腿上！哎呦，我在后台正休息呢，那豆儿墩呢，红胡子大花脸呀，该取正场。我一听这家伙点推我呀，就是他上场吧！上啷腿腿上。全乐了，这个刘巧还在台上呢，我这豆儿都钻出来了，呵，那能不乐吗？哎呀，把刘巧吓一跳。刘巧这么一扒拉，我一想啊，干脆吧，我按我的原词唱吧。我刚要张嘴，台下就喊起来了，大哥。他们唱的什么戏呀、啊？这是，哎，这不刘巧吗？刘巧这窦尔敦找谁的？这是，哎呀，怎么一个传统，一个现代的跑一块儿去了？全忘了。哎呦，两位老大娘也说话了，怎么说的？我说大妹子，这位大娘还没哑，他们唱的是什么戏呀、啊？呀、啊，大嫂子，您不知道啊？这不是评剧《刘巧儿》吗？刘巧儿。不对，上回我看人家电影里边那个新凤霞那个刘巧可没这大花脸呀，这个根本就没有。那大嫂子您可外行了，要不怎么人家他们这个剧团比电影里边的票价还贵好多钱呢？那为什么呢？可能就是多这个大花脸的钱的。净胡解释，这刚到哪儿啊？你往后慢慢看吧。哎呀，听说他们这个剧团这个胆儿可大了，你只要给钱呐、啊，甭说大花脸呐、啊，一会儿还指不定蹦上牛头马面呢。呵，你看群众们对你们的评语，干脆挖原词唱吧。唱啷北北唱，乔装啊一本家山人山。面前站定小姑娘，刘巧一看我来了也吓一跳啊！你想给我找个台阶，让我下去。他怎么说的？哟，那边来的，您是马专员吗？您就说是吧。马专员也没有这么问，那可不是吗？安徒生马专员，来，天空上海螺，请斗明耳灯，人称李罗汉。
姑娘一说是铁罗汉来了，高兴了，是心想自个儿编两句词儿也赶个台阶吧。嗯，闻听来呀，啊，铁罗汉到下刘巧儿心喜欢，我的爹出钱才把我来骗，因此来到马庄园。您本是暴打不平，越不穷攀，请您帮助我们得团圆。得。你听我令刘强兵一令到交斗篷不来犯，我军来顺与马乱，管你们先是没时间，我在城头里莫丢战，我给你去到马儿